他这不是在这混淆视听的吗？我在这直播，他跟我在这又是录播测了，我不把他封了？我是起床气的问题吗？吃个饭。你整个鲨鱼也给我在这喷火是吧？黑神话内测内容。别把垃圾。蜘蛛也行。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。给点钱吧，哥。不是钱呐，给点装备吧，哥。就给一件装备。炮手，换电火花还是挺猛的啊。你们说腰子狠一点，还是拉夫狠一点？
给我一张辣美就好了。没赢了，确实挺难受啊。上轮要是赢了就好了，上轮要是赢了多给1块钱。挺他妈烦的。那波输的太难受了，那波要没输的好，是打的那第一名不？哎，你说他也赢不了，他非得一胜一败，这人就很讨厌。全都一胜一败呀，也行。过儿就好，提一波质量可以。
给把大剑，那给个锁子甲，也行。再给我个冥想的好了，能给个冥想不？拉倒，回点血，狩猎得了，别瞎搞了。居然会打不过吗？不太应该吧。什么家都管不住我。拉人口挂七法。有飞机拿飞机，没飞机拿吸血鬼。
560的魔抗。就是一星还是不太行，不太顶。要是有个两星就好了。上波来两星俄洛伊多好啊，传送门来一个，要是有左一就好了，来个左一呗。左一小姐，你在哪里？我要做你的狗。下边辣美如果不删我就扔了，我靠，真卑鄙呀！光头太猛了吧，
没有一个像人的吗？能不能像点人？你们这几个东西就没有一个像人的玩了吗？也就那奥恩还能凑合看看。给我张两星光头也行。大剑光头可以。真难呐！质量太低了，那你以为我不想质量好点吗？这哥们儿两个英雄复制器，我操！他不吃了吗？我觉得他吃了啊！他删的太快了，还有两个复制器还没用呢。我现在还得拉营口。小弟一下给我来个三星辣美，我的人民在期待着我。慢慢冷，别打半猴啊，我操，两张呗。还行吧，这家质量不算太高，也就一般。这个时候你给我来一张大头，我就日你大半。
光头也没有。我有点不想给这光头装备了。那为啥人家都有龙呢？八级，就我没有呗。这游戏玩的就没什么意思，一点也不公平。人家有龙，嫖得龙你就打不过，真是一点也不公平。辣美是没有了还是咋的呀？那没有，吓人不？吓人不？多吓人！拉夫给我砍死他！拉夫，拉夫！拉夫，我砍！拉夫，废物啊！拉夫，我给我砍！加血，这是个废物。辣美，人家八级三张龙，就一张也不给你，啊，人家八级三张龙，你一个也没有。不点你还在期待什么呢？我期待这倒数第一会死。退退退，不受这个气了，太受气这游戏，真恶心玩的。我其实我早就不想玩了云顶之弈了，但是呢，我也没什么玩的，我早上吃东西我得玩点东西，你知道吧？